都是角色史轮里有的东西啊，我全都满了。然后就飞行宠物里面，哇，你这我有，神龙斗士有，卡丘没有，卡丘无限制我没有，这个东西太难，你好厉害啊，你算好的吗？不是你起跑，哪有你这样起跑的啊？实在在邀请我和他一起游戏，我拒绝。拜拜，是吧？4-2。刚好不行。让我赢一场吧，好吧，改成了。没有这回事。哎，所以他那天比赛的场子有多大？说比赛。如果你们真的在退市场召集你们所有人都去看的话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是就已经网吧的大小啊。对，好像是一个连锁网吧，但是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好。那如果你要召集的话，估计网吧老板不是高兴啊，头算估计要炸了。就你直播间现在这些人到时候全部去直接疯了。不是啊，你就说 你看像他们如果每个人都号召一下，召唤每个人召唤出40-50个，对吧？在台北的过去不能。我跟你讲，聊天室这个万人响应无人到场啊，这个1000人里面有一个来就不错。你们说是这样吗？聊天室的各位，打脸的时候到了，就一个都没人来，真的打脸。来，4-2，4-2。